2014年10月27日，17时12分许啊，张姓男子驾驶小货车啊，在多达34坪的瓦斯钢瓶，从新北市的淡水周围啊，要往这个台北市的士林天母，行经大渡路三段的时候啊，因车辆的货斗的门板卡损了、松脱，导致车上20桶的瓦斯钢瓶散落，那么占用了大渡路4个车道，啊，因为消破路段，钢瓶不断的滚动，那造成钢瓶啊瓦斯气体的外泄，吓得其他用路人呢、急忙闪避，那本分局启动啊交通快打，那来处理，那横向的联系台北市消防局来协助。那仰赖了及时处置得以，那本事故幸未造成人员的伤亡及车辆的毁损。那本分局在道路交通处罚条例啊，依规定29条1项3款及30条1项8款啊，载运危险物品未依规定捆绑及未携带啊证明书，开出2张罚单，分别处罚所有人及驾驶人。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款。本分局呼吁车辆啊载运危险物品，应该啊捆扎稳妥啊，符合安全的规范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。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，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，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